19, 申报其名登加眼罩教主动。2015年7月8日马经 2008 年长布哲连加因有些马抽开外档的总像有条路。第七场优胜对上两场抽12档，今场抽11档，其名登计上场后今场再抽12档。然而比较跑法上，其名登比优胜可更主动，今场没太多马会放其名登初戴眼罩，有机会是想此区交出更好的前速，以更积极的跑法争胜。事实上此区之前也是跟前手好位赢，因此这个十二档未必是死路。南华勇将冲出破闷局，南华勇将六月跑三场，周日刚刚跑完沙田千六米便匆匆用黄牌报名，其实上场赛前状态甚忽，但计马始终跑马地较好，上场很可能也是热身赛事，而且也不算耗力。南华体育会团体马释放的中坚支持者，季内苦战多回未胜，今次难得排二档，方仔自然点都想办法帮马主胜回一仗。花月流星搵雷神交代大魔，然以六场头马领先蔡约翰，圈中人很多都相信他封王指日可待。今晚他集中火力在下半场出击，第六场三班一千米勇马不多，以神操的角度，花月流星最勇锐，这匹套州马即将踏入五岁，现取61分很尴尬，以其当起的进度应该先赢一场加5分左右，下季由三班虎兴棒再战，今场莫雷拉接骑更彰显斗志。中华宝贝名关赵杰仔徐宇石是马段中最讲义气的练马师之一，汤志杰暂别拆骑事业倒数的第二个赛日，徐宇石特别给他一匹机会马中华宝贝。今季汤志杰的三场头马中，其中一场便是来自石的金紫荆，正因为此区很难赢，汤志杰仍为他爆大冷赢马，既然见了一功，石哥心中有数，这匹轻磅放头马希望可再为汤志杰赢多一场。